宇宙最强甄子丹出席赛马活动，虽然自己工作繁忙，但他也仿效曾志伟、郭富城等名人，在去年开始申请养马。被问到爱驹的名字会不会以老婆王诗诗的名字命名叫爱诗诗，甄子丹表示要回去问问。其中几个名字当然那个是比较大体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爱我太太嘛，那我回去要问问他了，因为到最终归还是那个马，如果我有那个运气抽到那个马，还是送给他的，所以还是问问他究竟那个名字叫什么。另外，甄子丹小姨子汪媛媛与玩具大王蔡志明的儿子蔡家赞今年11月将会结婚，相传婚礼的费用将会高达500,000。甄子丹表示不知情，但到时候自己肯定会停工参加小姨子婚礼。到时候我肯定是不拍戏，要抽时间去参加那么重要的一个婚礼了，我们全家都是替他非常的开心，也替他未婚夫 Carson 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他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老婆，那圆圆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老公。包括视频娱乐播报，香港报道。其实有没有想？